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今天呢是11月11号，清大呢有校庆的运动会。那大二以上呢这一天就等于是放假。那同时这一天呢也是我芒果的生日啊，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记录在我生日这一天，那来让大家看一下大一在运动会，那我的这一天是怎么过的。现在呢大概是十点左右，好，那我们就待会见。刚走到路上，遇到了社团的学长。哎、欸，芒果，嗨、欸，芒果生日快乐！什么时候要请客？所以你要请我客吗？不是啊，上次不是生日那个人要请大家吗？那、okay. 啊、芒果，下次我现在没有准备礼物，下次叫你再给你。好，好 ，OK， 那就等晚上见。好，晚上。Okay, 好，拜拜。生日快乐啦！谢谢。然后嘞，你刚刚有说很多很棒的话哎，还不行，就跟不想跟我约会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巨城的 Momo Paradise， 那待会见。等一下我们要到四楼 Momo Paradise。OK， 在吃 Momo Paradise 之前，我们先来玩这个投篮机，我让肚子空一下，这样。冰上曲棍球，2 hours later， 刚打完是5-3。 OK， 我们到了，参考一下菜单。和风新味蒸锅，另外一个已经好了。我觉得番茄锅好了，一间火锅店好不好吃，可以吃它的番茄锅就知道。哇，你讲得出来。至少现在试验的结果都是看他们的番茄锅那个汤头，就知道这个火锅店的 label 在哪里。我自己觉得，最后来试这个芒果就要喝芒果，可尔必斯。嗯，啊，这边是猪肉，它猪的里脊。黑色盒子的是牛肉，澳洲牛肩胛，这两盘是美国牛胸肉，稍来帮你们带蘸酱油、水、味噌，然后番茄锅。好，我们把 Momo Paradise 给吃饱了，待会呢就要骑车去南寮吹吹风 ，Let's go。都是沙子，这都被吹过来了。刚刚那边有一段是靠近海岸线，那个飘沙一直打在我的脖子这边，超级痛，波一波的打在我脸上。如果没有戴眼镜，没有戴口罩，你可能哇，你会被这个沙子折磨得很惨。那个风啊，真的强到我的车子从外车道跑到内车道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海边。南寮啊，这讲话都是听不懂。等一下就要去逛一下那个在南寮的那边的市场，去那边看一眼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现在这个鱼市场是几乎没有什么摊贩，而是狗在外面看门狗。
Let's go。后来我们没有去吃包心粉圆，因为时间上有点赶。像我们社团说有一个光棍节的聚餐啊，意图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那我就假装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来到社窝，那我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今天是光棍节聚餐嘛？没错，对不对？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吃的光棍节，因为大家都是光棍嘛。我也很期待跟芒果一起吃。光棍就是有很多个光棍住在一起的日子。对，你看连交大的，就一些平常没有出现的人都来了。真的耶，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的特别，光棍的好朋友们。对，没错。今天呢是要记录光棍节的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中午吃的那个 Momo Paradise 还在我的肚子，现在还是很饱，先看他们吃好了。对。你刚刚砸音不按？啊，按了，突然按了，为什么突然按下来？我们刚刚来拍手，刚刚电梯回不好了。一二三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就今天是光棍节嘛？对。然后也是一开始说跟一鸿说是来庆祝光棍节，所以才有这个聚餐。哦。对。然后对啊。然后其实我都知道了。感谢芒果给大家这个机会。对，也真的很感谢大家。对，好，那我就吃到这。耶！哎，对，要拍照。先，先你先拍开箱。要，大家一起。我看先围观你看。哦，不要了，太紧张了。先拍照好，先拍照，先拍照。OK。今天很感谢大家为我庆祝我的生日，今天拿到了一张卡片，兔芒果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新农心的蛋糕，上面写着潘朵拉，对，然后这个颜真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一个芒蛋糕的画，里面就是哦，哎呀，是我最喜欢的巧克力以及抹茶粉呢，啊。OK， 这个当作等一下的宵夜。哦，来看一下卡片，里面有社团每一个伙伴的留言，我先简单看一下。哇，太吓人了，很闪亮，让大家简单看个一秒钟。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Okay. 那等一下呢，要去下一摊吃宵夜，因为我今天在记录光棍节的一天。感谢夏木尼送我这个生日蛋糕，看起来还蛮高级的。今天是应该算是最后一个惊喜了，感谢。好，各位，所以我回来到宿舍了。那今天的生日真的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一天啊！除了今天是校庆运动会之外，也是光棍节，然后同时又是我的生日。那除了荧幕上大家所看到的卡片还有蛋糕之外，还收到这些朋友的祝福，非常的感谢你们。然后我最近有听到一首歌，我觉得还蛮能形容我现在的心境，那首歌是阿宝的 Thank You，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，那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讲到，真的很感谢每一位完整我生命和教导我的人，那也祝今天11月11号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的所有寿星生日快乐。那以上就是我11月11号生日的一天，就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这支影片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，还有分享芒果 Mango Link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